到全数的撤回台湾，所以还有刘志宇、缅甸、泰国，还有一些撤回台湾，所以他们这些呢都是以上我们三地后裔所组成的。他们的云南的打歌呢是由三国时代孔明所设计出来的，它是在空城计所流传下来的活动，演变为今天我们的云南打歌活动中是在庆典丰收以及喜庆当中的节目表演。所以云南有一句话，咱们感情是一口闷，是不是？来，节目开始表演。好，我们再次给云南同乡会一个热烈的掌声。Thank you.